被一见钟情的人误会是小白脸怎么破？在线等挺急的，齐景逸的腿刚迈进门，女人柔弱无骨的胳膊就绕了上来。终于舍得回来了，异国好不好玩？刚坐下，抬眼便看到身旁多了一个少年，穿着私立学校的校服，气质冷冷，像一根通透冷凉的冰锥，正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们。蒋曼玲把手抽回，笑着让管家给他拉凳子。凌云回来了，说好七点半吃饭的嘛，饭都要凉了，快坐快坐。 林子云站着没动，手松松的插在兜里，眼神两两扫过齐景逸，撞上齐景逸看过来的视线。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曼玲的这个继子，就是他脸上是挂着几分嘲讽是什么意思？蒋曼玲根本看不出林子云的表情不对，还轻易的把手搭在齐景逸肩上拍了拍，又突然呐了一声：“我都忘了。”凌云快叫人了、啊。然而林子云却是勾起嘴角，嘲讽的说了句：“你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了。”林蒋曼玲说完，他便把椅子一挪，站起身出了饭厅。蒋曼玲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一脸无辜又莫名，齐景逸无奈地把勺子搁下，小孩都冠上夫姓叫他全名了，他还不明白你是不是没跟他说过我是你表弟啊？他磨不过蒋曼玲，又是撒娇又是假装抹眼泪，最终还是答应在他家住下。他溜去花园散步消失，便看见楼上一间亮灯的窗口边倚着一个模糊人影，猜也知道是谁，于是突然起了玩心，稍稍提高了点声音，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林子云显然没有心情跟他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角色扮演游戏。 一根抽筋的烟蒂毫不客气地朝他弹了过去，然后关上了窗。齐景逸替他把燃到绿嘴的烟头踩灭，心里觉得小孩子脾气好笑，又有那么几分可爱，想着怎么都是一家人，还好是去轰轰吧，误会说开了就好了。于是他端着林子云喜欢的甜品，敲开了他的房门。房里灯还没打开，林子云没看来人是谁，只低头划着手机问什么事。齐景逸把灯打开，上前和他说：“关灯看手机对眼睛有影响。”林子云皱了皱眉。 不客气地对了回去，爬赴人家的床，对人的品格有影响。见齐景逸久久不回话，也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不耐烦地扫了对方一眼，仰着脖子松了松袖着，笑灰的领带，对上了他的眼睛，问吃吗？二次元的舅舅开始反攻抢上铺了。这个侄子的眼睛黑白分明，仰着脖子松了松领带，意味深长，问他吃吗？少年人特有的清澈明亮，像乘着光随着呼吸似有潮汐起伏。往常有人站在他前面这样松领带，都是另一种情况。又被他的眼望得一瞬间，思维断线，脱口不吃。 说完才回神，意识到林子云说的是那碗杨枝甘露。林子云笑了，那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我又没有软饭可以给你吃，也没有床给你爬。他的遣词用句完全不足以激怒齐景逸，只让他觉得有趣，甚至突然就不想好好解释他的身份，也弯起了嘴角。林同学，请注意你的言行，我完全可以控告你在对我进行性骚扰。管家说学校要求家长给你的成绩单签字，单子呢？轮不到你来签，麻烦你快滚。齐景逸笑了一声，把他逼到墙角，意味深长地说。 你可以去问曼玲，轮不轮到我来签？林子云被他压着挣脱不出，只能嘴硬接着嘲讽：“你都地主的功夫很好吗？”齐景逸被他的直白惹得差点笑出声，是过的都说好，然后再一次逼近凑近问：“怎么？你很怕？”蒋曼玲从不避讳他在外有情人的事实，只是从未把人带回过林家，眼前这位还是第一个。他忍不住又打量了对方一眼，找不出任何闪光点，只有一副皮相好看。他撇了撇嘴：“怕？怕什么？ 你以为你能从蒋曼玲那里拿到多少钱？还是以为你能分到林家的家产？不过也是，他对情人一向都很大方，送过豪车，送过宅院，难免会让人起心思。看到对方像炸毛的小猫，他更来劲了，不想放过调侃林子云的机会，于是故意凑到对方耳边，一字一顿说：“那你是怕妈妈不要你吗？”他说完话就自顾地回了房间，并没理林子云的反应。原以为第二天见他会被泼咖啡，还特地穿了旧衣下楼，看来是他低估了小孩的心性。 见坐在对面的人正冷眼看着自己，便笑着跟他打招呼。林子云没有应声，打量着一夜之间气质巨变，如同焕发新生的齐景逸，思维往不太健康的方向发散，把自己想的有些反胃，脸色都发白，横了一记眼刀过去。齐景逸尽数收下小孩的敌意，又被激起了逗弄他的心思，伸手扣了扣桌子，问他要成绩单。同学们，月圈霸总真的不是拖鞋搭背心的。齐景逸为月圈霸总扛大旗，能聊会打还腹黑，这谁受得了啊？ 他伸手扣了扣桌子，问他要成绩单。林子云正在切香肠的刀重重一歪，在磁碟上划出一道尖利的噪音。齐景逸淡定解释：“曼玲去了法国，按他旅行的习惯，不知要几时才回。管家说明天就要交，反正不签字被处罚的是你，不关我事。昨天回房后，我与你老师通了电话，莫老师说你这个学期成绩下滑很严重。”林子云狠狠把碟子一推，冷着脸，动作烦躁的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纸拍到他面前。管家很有眼力的拿了钢笔过来。 他运笔流畅的签完，又看了看上面的数字，还可以，不算特别差。话说一半，纸张就被抽走了。抬头时，林子云已经拎着书包出了饭厅。晚上，他和几个兄弟一起宵夜，抱怨了几句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小孩子就是难管教。
还以为我吃曼玲的软饭，叫我滚。齐潇耸肩，语气不冷不热。曼玲就算真的把情人带回来又怎样？可怜她二十几岁就守寡，不过那个小孩才几岁就没了妈妈。没几年又多了曼玲这个后妈，过多几年林景祥又车祸，曼玲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小孩？齐景逸没出声，这些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不然也不会对林子云那么好脾气。事实上，以这种背景做前提，林子云已经称得上乖小孩了。再说，毕竟是他闯进别人主场。 曼玲又不把话说清楚，况且他也没解释，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就像有团魔阻住了他的行动，告诉他不解释才好。还有趣，他又向来是个随心的人，自然跟着潜意识去动作，脑子里的画面突然不受控的闪回了林子云在他面前扯松领带，嘴角挂着几分挑衅的笑，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他说：“吃吗？”齐景逸数年未归，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话题中心，万变不离其宗地都是在催问他的感情生活。齐潇提醒他那个初恋也回来了。 齐景逸表示自己跟他没可能，众人当然不信，齐齐起哄，齐看热闹不嫌事大，煽风点火，那跟林子云就有可能吗？齐景逸不懂他这莫名其妙的想法，柔和而来，笑着骂他余光看见几个人影，推着一个人进了旁边的小巷子，转眼细看过去，不禁皱起了眉头。此刻的林子云正在被同学霸凌，按在墙上。二次元的舅舅开始反攻抢上铺了，虽然被误会自己是小白脸，但是看到林子云被欺负，还是放不下，跟了过去。霸凌的同学把他按在墙上。 说话呀，小靓仔，又不要你的钱，就让你把试卷偷出来，好歹你也是半个薛家人，被抓到了又不会被开除，顶多就是记个过，还是你那个小妈真的不管你啊？他掀开林子云的衣服，接着说，也是，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了都没发现，真是可怜。齐景逸本来不屑与高中生打架，但是在看到林子云一身的淤青后，身体越过了大脑动作，扯着那人的头发，力道大到那人头皮都快被扯下来。事发突然，其他人都还没反应过来，被抓的那个嘴里像是卡了碟。 来来回回只有一句：“你特么是谁啊？”齐景逸听得厌烦，一把松开他的头发，随口说：“我是他哥。”四下响起轻微的吸气声，有胆大的问了一句：“蒋家的吗？”他过去扶起林子云，下意识挡到他身前，瞥了眼他们漫不经心的说：“他家的。”一伙人闻言撒丫子就跑，边跑还放狠话：“你能护他到几时？你现在带他走，他回学校也不会好过。”一般杂鱼，齐景逸费事再跟他们多费口舌，两人一起回了车里。林子云拍了拍身上灰尘问。 刚才怎么不说你是我爸？齐景逸好笑的看他一眼，我又不是你爸，我求求你了，林小朋友，我才二十七，随后点了根烟。林子云伸手想把他手里的烟抢过来，你当然不是，也不会是。二十七大好年华，做什么不好偏要去爬床？齐景逸叹了口气，最见不得小朋友故作老成，他拿手扯住安全带，猛地栖身过去，把林子云的椅背放倒，人半压在他身上，对上他那双分明的眼。林子云被这瞬间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强作镇定的仰着脖子与他对视。 车厢并不足够宽敞，两人离得极近，他甚至能闻到齐景逸颈上好闻的须后水味，与残余的烟草味一同被晚风裹住，惹得他心跳渐快。见小孩被吓到，齐景逸心情转好，故意吸了口烟往他脸上吹：“小朋友不要嘴上动不动就是爬床。”林子云没有防备，被呛到流眼泪。此情此景，齐景逸不合时宜的想到，刚刚齐潇的那句和林子云就有可能吗？顿时红了脸。被一见钟情的人误会是小白脸怎么破？在线等品级的。 齐景逸替他点了鲜虾云吞面和菠萝油，自己要了杯冻鸳鸯走冰，又把单子拿给林子云看。见他没有异议，才叫来服务生下单。他见对方垂着眼放空地，不知道在想什么，便把烟盒倒过来，在桌上悄悄把烟丝磕紧。烟盒上的禁烟标语和警示图片正对着坐在对面的小孩。林子云被他敲烟盒的动作换回心神，厌恶的瞥了一眼烟盒上的标语，不悦的看着他。当禁烟卫士很好玩。齐景逸反过来激他：“你不是也总是讽刺我吃软饭，当道德标兵很好玩？” 林子云脸上依旧面无表情，顿了顿，不要告诉蒋曼玲。抽烟和打架，这时的他才终于像个普通小孩，做坏事怕被家人发现，还又傲又倔，而不是那副冷冰冰的少年老成的怪模样。这时服务生端饮料过来，齐景逸一脸奇怪问：“我为什么要告诉曼玲？”林子云好意提醒他：“你爬他的床。”齐景逸笑笑：“上床就要什么都说吗？”也对，你又没上过床，还不知道规则。林子云并没否认这个事实，面带不屑，轻飘飘的拿话刺他。 随便他手别人事情的人还会守规则。齐景逸模棱两可的解释了一句：“我自己赚的钱。”随后不仅不慢的呛回去：“你现在开始心疼那个施暴者了？我是不是坏你好事？”恶心！无论是你的为人、赚钱方式，还是你的猜测，不过谢谢，至少他们近期不会再找我麻烦。总有一种人可以把最普通的动作做出拨云弄水的美感。齐景逸观赏着小孩吃东西的斯文模样，对他的措辞感到好奇，问：“为什么只是近期？”林子云看他一眼。 像是奇怪他明知故问，你以为你可以爬蒋曼玲的床爬到长期？他说的想当然，却没发现话间，好像默认了只要有齐景逸在。
自己就不会任何有麻烦一样。于是齐景逸反过来堵他的话，怎么你年纪轻轻，满脑子都是爬床，你为什么要乖乖跟他们去那种巷子里？林子云用筷子戳破饱满鼓胀的云吞，只吃云吞皮和一点点肉，不然呢，在大街上被打难道会更好看一点吗？两人把问句抛来抛去，乐此不疲。齐景逸想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讲，却又发现他没有立场这么说，只能烦躁地扣了扣桌子。无论怎样，曼玲都不会不管你。二次元的舅舅开始反攻抢上铺了，虽然被误会自己是小白脸，但他还是耐心教他受了委屈要和家里说，并表示曼玲不会不管你。跳出打架事件本身，林子云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他没有管过我。齐景逸沉默了片刻，他眉头末尾地问，你是不是喜欢吃石榴？林子云不明所以，简单地嗯了一声。那你知不知道昨天那碗石榴是曼玲包给你的？他完全可以让帮佣来做，但他自己帮你包了，他又不敢拿刀，肯定只会用手包，还把美丽石榴末端都挑得干干净净，连手指尖都被染黄。他不是不想做一个好妈妈，而是他不会做一个好妈妈，他自己都还没长大，又怎么去顾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其实林子云足够聪明，也清楚曼玲是什么样的性格，这些话点到即止就好，余下的事情他自己都能想明白，但了解不代表能理解。要让一个17岁连自己的世界观都还没定型的少年去理解释怀另一个人的做法，未免也太过不近人情，强人所难。林子云撑着脸侧，一部分思维在消化齐景逸说的话，另一部分思维在羡慕曼玲能有一个这么了解他、护着他、会温和地替他开脱的人。羡慕。见小孩不反驳也不顶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齐景逸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阿云。林子云一下愣住，抬眼看他，听他口吻低和地叫自己的小名，慌乱地藏起心底被这份温柔激起的涟漪，用不耐的表象来伪装自己，说够没啊？好似小猫被踩了尾巴。齐景逸闷闷笑出声，把手收回来，不高兴了，来喝点甜的。林子云睨他一眼，你管我呀？齐景逸刻意曲解他的挑衅，笑着点头，语气轻轻，像在做承诺，我管你啊。林子云不懂齐景逸怎么能这样厚脸皮，曲解自己的话，还用我养你啊的郑重语气回应，只当他是在捉弄自己，气恼地瞪他，老套。齐景逸耸耸肩，眼带笑意地与他对视，他不是第一次在心里感叹小孩的眼睛生得好看，像有星辰碎落其中。在起心动念的前一秒，他挪开视线叫来旁边的服务生买单单。到家后他还是不放心，又问，你也说了近期不会被找麻烦，那之后被围你怎么做？林子云随口说打回去。齐景逸表情有几分无奈，说了那么多都是在白费功夫，他想说起码要通知家里，最后让不说，那第一时间通知我，我管你。这是谁啊，把我养你说的那么理直气壮？林子云眉头皱得更紧了，又来了这种惹人心烦的话。那句你以为你是谁在唇间滚动几番，终究被咽了回去，不耐烦地嗯了一声。齐景逸看出他完全是在应付自己，笑了笑，凑近比自己矮半头的少年，在他耳边低声道，那好，现在把衣服脱掉吧。出于活跃气氛的目的和一些小小的私心，他开玩笑逗了一下林子云，结果就是小孩猛地向后退，吓得他赶紧把他揽回来搂住，好生解释，是要看你身上的伤。怎么那群人说要你的人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让你脱衣服你反应就这么大？你在我做出反应之前就把那人踢倒了？齐景逸有几分意外地看了他一眼，还以为你会说嫌弃我比他们脏。林子云点点头，当然也是有这个原因。齐景逸懒得理嘴上不饶人的小孩子，行了，大少爷，麻烦把衣服掀起来。学校的校服衬衫做了一点收腰的设计，不好掀起来。林子云不想让齐景逸看到自己身上的伤，但更不想给林家或者曼玲知道，只好屈从，不耐烦地一点点把纽扣解开。他心里不情愿，解纽扣的动作也变得很慢，齐景逸比他更不耐烦，干脆半跪在他身前帮他解纽扣。林子云俯视着他浓密纤长的睫毛，又闻到了那股虚厚水味，一时忘记出声也忘记动作，任齐景逸帮他把纽扣粒粒解开。见他脱人衣服的动作熟练，不露痕迹的撇了撇嘴，被知觉敏锐的齐景逸看见，笑骂他一句满脑子黄色废料，又被林子云反讽回来。齐景逸本来还笑着，等看到他腰上显眼的淤青就收了笑容，皱起眉绕到小孩身后沉了脸色。人在被围打的时候会下意识蜷起身体保护腹部，所以一般来说背部受伤都会更严重，但他没想到林子云的伤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整背到处都是大块的青紫淤血，深深浅浅，星星旧旧，看得齐景逸心里发闷，舌根好似能尝到苦味。他手指紧攥住玻璃瓶身，眼里的情绪十分暗沉。身后许久没有动静，林子云也知道自己后背伤得很不好看，语气很生硬问，你要看到几时？齐景逸无心跟他斗嘴，轻轻贴到林子云背上，又渐渐用了点力气，在大片的淤青上揉开，放轻声线问他痛不痛。齐总真的好会撩人于无形。林子云听见他诱哄一般的语气，脊背微微一僵，摇摇头，老实的趴在椅背上不动。齐景逸很快把心情调整过来，认真叮嘱他，今天不要洗澡，擦完药不能碰水，也不能见风，药油抹过伤处又凉又辣，
林子云轻轻吸着气，觉得被人关照的感觉很新奇。听见林子云的抽泣声，齐景逸极力克制着手上的力气，随便扯了点话题，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不喜欢吃虾，我点云吞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林子云敛埋在手臂里，声音听起来闷闷的，反正又不是我埋单。齐景逸的手指作怪的扫过他背脊，指下的皮肤一阵战栗，他又放轻了一点力气，让他下次要说。林子云抬起头问，还有下次吗？话中没带嘲讽， 也不是刻意作对的反问，他问的十分潜心真诚，他不觉得蒋曼玲回来之后，齐景逸还会有心思和时间单独跟他吃饭。齐景逸听了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想跟我吃饭？林子云下意识的否定，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自己心里居然并不排斥这个下次，反而隐隐有些期待。不禁有几分自厌的垂下眼，却仍顺着那丝期待问吃什么。齐景逸看他说一句话要想半天，好笑的想去揉他的头，又故伎着手上沾了药油，就用手背碰了碰他的脸颊。 看小孩不悦的瞪了自己一眼，才忍着笑，挑了几件身在国外时记挂的小店，问他去没去过。林子云没有朋友，不常出门，听齐景逸爆出各样不出名但好味道的食肆，像在听天书。他只能问，好吃吗？齐景逸说，好吃的下次带你去。大人说下次不过是客套的借口。林子云垂眼点头，自认姿态大方，忽略掉心里一点微不可见的失落。小孩不说话，就是在乱想。齐景逸笑着摇头，噙着笑道：“我齐景逸。 在此郑重邀请林子云林先生与我共进宵夜，不知林先生何时得闲，可否给我一个确切时间？我好将此事提上日程。”心思被点破，林子云微恼地侧过头来扫他一眼，又扭过头去不看他。“你随叫随到吗？”齐景逸哑然失笑，认真地点头应下。“我随叫随到。”这个人怎么总能把话说得暧昧，挠得人心慌意乱。林子云得了自己想要的回应，反而更恼，又不晓得自己恼什么。这个人怎么总能把话说得暧昧，挠得人心慌意乱。 林子云得了自己想要的回应，反而更恼，又不晓得自己恼什么，只得闷闷的把头埋回手臂，背后的手掌按过某处，他一阵咬着牙不出声。齐景逸手指点点那块发紫的皮肤，好不容易压下的烦躁又重新涌上心头。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有事你要说，被欺负了你要说，有不喜欢吃的东西你要说，痛了也要说。你讨厌我，也只会嘴上讽自己句。我端过来的东西你会吃，说的话你会听，惹你不开心，你连关房门关车门都不会太用力。 你可以有脾气，别人欺负你，你可以哭，可以告状，可以打回去，你不开心了就可以骂人，把食物掀翻，用力甩门，痛了就可以撒娇，可以哭。你想闹就闹，想要什么就直说，又不是杀人放火。克制情绪是大人的事，你才17岁，不需要苛责自己。替小孩收尾也是大人的事，说了我会管你的，不是说笑。听到没，阿云？林子云闻言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心和大脑都是一片空白，好像只能听见耳朵里自己血液急速流动的声音。 之前嫌小孩骄纵的是他，现在嫌小孩不够任性又是他。齐景逸觉得他在教坏小孩，又觉得小孩就该被惯坏，能被惯坏的人都是幸福的，就像曼玲，被溺爱的人才能有恃无恐。他想看到林子云有恃无恐，给人擦完药还是不放心提出要带他去拍片。林子云在那里送走了母亲父亲，心里抵触。我不喜欢医院，医院让人心烦，消毒水味也很难闻。齐景逸乐见小孩直接表达心情，觉得自己终于没再白费口舌，提出去自己朋友开的私人诊所。 跟林家没关系也不像医院，林子云垂着眼妥协点头，开始还忐忑，到了地方发现真的只是装饰随和的私人诊所，连消毒水味都闻不到，只有淡淡的熏香，才觉得自己刚刚无理取闹，有些不好意思，听话的跟着医师进诊室检查伤势。时值半夜，法国正下午，齐景逸站在诊室外跟蒋曼玲通电话，那头让他帮忙介绍几家餐厅，齐景逸便推荐了几家店，还帮他订好位，调侃了曼玲几句，侧身看见林子云从诊室出来，在离自己不远处站定。 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看向他的眼里情绪很复杂。他们后面的护士像极了磕 CP 的我呀。齐景逸见小孩这副表情，怕他误会自己在背后偷偷告状，只好对曼玲说他要睡了，挂了电话，帮林子云披上外套，问都弄好了，有没有事？林子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其实没什么事，但他看着齐景逸关切的神情，想着他说过的话，又想起他接电话时的轻柔语气，就抿了抿嘴，还不是你拉我出门，害我没得绝睡，还要逃学。 他以为齐景逸会趁机说教，但齐景逸只是坐下耐心解释老师那边他会请假了，随后把他揽入怀里，让他困了就眯一会儿，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语气那么暖，不知是哄还是骗。林子云露出不屑的神色，偏过头去，却没说不要。两人并肩坐着，一旁值夜班的护士小姐路过，掩着嘴笑：“你们关系真好，好难得。”见诊室外的指示灯亮起，齐景逸去问医师要检查单，多处软组织挫伤，骨骼没有事，但至少也要半个月才能完全消掉淤肿。 我个人建议这种情况可以报警，未成年人伤人，至多也是进少管所住几天，好吃好睡出来再报复回来。富人家的子弟大概率直接会跳到最后一个流程。
他不想让林子云坐在警察局里被问询，摇摇头表示自己会处理。来这间诊所的都不是普通人家，医师一瞬心惊胆寒，又不好多嘴问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看他的样子不像是会违法乱纪的人，也就点了头。出来的时候林子云还在跟护士小姐谈笑，见他耳尖一层薄红，便压低声音揶揄道，少年怀春吗？林子云伸手揉了揉自己的耳朵，睨他一眼，骂他思想龌龊。齐景逸急着让小孩坐上车，便也没再与他讲笑，虚揽住他快走几步，帮他开了车门，又帮他系好安全带，才坐上驾驶位。林子云耳上薄红已退，闭着眼向着他的方向微微侧着头，思绪在困倦中乱绕翻滚，浮浮沉沉，想着护士小姐说的话。他说齐景逸对他真好，体贴的像对待爱人，让他羡慕。车子过减速带的时候震了几下，一只带着热度的手伸过来，安抚性的拍了拍他的腿，像是要哄他好睡，很快就放回了方向盘上。这让他更恍惚了，也许是齐景逸对人人都是这样，对他是这样，对曼玲也是这样，或者更糟，是因为曼玲他才会这样温柔细心的对他。被误会是继母的小白脸怼破，在线等挺急的。齐景逸把人安安稳稳送到床上，又替他脱掉鞋袜，除掉外套，再拉过被子给他盖好。以为今日的亲子体验活动告一段落，他松口气准备回房洗澡休息，向熟睡的林子云道了晚安，正准备离开，小孩却突然坐了起来，眼睛还是闭着，换睡衣，刷牙，洗手台有李氏德林，想要漱口睡觉。多谢。齐景逸无言，这小孩睡着了都不忘只是自己。林子云睡得安稳，梦中有另一个人的怀抱，体温和鼻息暖得他连梦都很沉，睡得不知何时天光。近八点时他被生物钟唤醒，发现自己睡在大床一侧，身边空了一个位置。他揉着眼睛坐起身，扯起身上亲肤的睡衣看了一眼，迟钝的想起昨天留了齐景逸在他房里过夜，不知是因为曼玲的小白脸睡了自己的床，还是因为醒来没见身边有人，有种后知后觉的烦躁感伴随起床气漫上心头。曼玲叫帮佣把早餐送入房内，他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并不想在早餐时间看见齐景逸。帮佣却告诉他，齐生早上有事出门了，说你醒了就看一下手机。林子云微微一愣，这时手机屏幕一亮，显示有新讯息进来。他光脚踩在地毯上，跑去把手机拿起来，又不想点开看。电话铃在下一秒响起，他看着手里一阵一阵的机器，终于按了接听。齐景逸温和的声线透过电波在他耳边，知道你不会听话看信息，今天有点事，可能晚上才回来，你自己先敷一下药好不好？他那边听起来有点吵，有杯盘碰撞的声响，模糊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林子云捏着手机不回话，齐景逸也不在意，接着哄小孩，你下午还要上课，不敷药坐着不舒服的，听话，晚上回来帮你敷药好不好啊？林子云终于敷衍的应了一声，直接挂了电话。他才懒得敷药，反正都会自己好。齐景逸那边一听就是在跟人喝早茶，什么女人，蒋曼玲不过去法国几个星期，他都心急。他正替曼玲生气，又显示有新讯息进来，才发现三条未读信息。我上午约阿嫂喝茶，先出门，你记得要敷药。醒了吗？晚上回来检查。刚刚的气顿时消了一大半，但他还是没有回复，犹豫了一下，还是存了齐景逸的号码。二次元的舅舅开始反攻抢上铺了，温柔有腹黑的齐景逸还是打动了林子云冰冷的内心，犹豫了一下还是存了他的号码。他先输入了小白脸又删掉，打上从成绩单上看来的齐景逸还是删掉，最后存了个冷冰冰的齐生。齐景逸挂了电话，略带歉意的看了一眼坐在身侧的大嫂温小贤，微微一笑表示理解，又拿一沓贴着照片的纸页出来问查几个学生哥还要找我。齐景逸表示大哥那么忙，齐潇下手又不知轻重，我刚回来也找不到其他人。温小贤了然笑笑，几个中学生而已，你想要做什么呀？他大概了解到一些情况，虽然也有些不快，但还是不太赞同用成人的手段来对付小孩子。齐景逸笑他大惊小怪，贤嫂放心，我又不是什么魔鬼，都说了我刚回国，能做什么？这种小孩就是欠父母管教，不过让他们父母少签几笔单子，多点时间教教小孩而已。谁会想当成年人条条框框束手束脚？林子云被打成那样，他光是看到都一肚子火，如果在年轻十岁，他一定扯着他一个个狠狠打回去。天黑后气温突降，齐景逸白着脸披着一身水气回到林家。林子云看镜子走过来，直头倒进沙发的齐景逸，他没带伞，头发被雨水沾湿，贴了几缕在前额上，看起来有点狼狈。许久没过过风平浪静的校园生活，他心情不错的打量齐景逸，微微挑起眉，这个人在他面前的形象怎么总是这样不羁？做他们这行最注重的难道不就是外表吗？齐景逸这时突然把他拉到怀里，压低声音问有没有服药。对齐景逸已不像初见时那么厌恶，清晨莫名的火气也早被磨平。林子云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把身体往他的方向倾了一下，让他闻见自己身上的药味，又重新坐正，看着他清白的脸色，有些迟疑的问你不舒服。齐景逸没有回答他的话，看他听话乖乖擦药，表示要给他奖励。然后他把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端了上来，边走还边唱生日歌。林子云有几分讶异的看了他一眼，
惊奇他会知道他的生日。七景一看出他的心思便解释，曼玲说今天你生日，他才想起来来不及订蛋糕，让我替他向你道歉，还让我陪你过生日快乐。林子云淡淡瞥他一眼，说谎，曼玲不会记得我的生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这个表侄儿有着强烈的关注力，却不自觉的内心天平就会偏向他。话被拆穿，七景一也不觉得尴尬，从善如流的道歉，抱歉，不是故意要骗你。他其实是从资料上看到林子云的生日的，整件事说出来难免会让听的人觉得他用心诡异，于是干脆扯谎。林子云对七景一干脆的道歉还算受用，点点头没问其他，很生硬地道谢。其实他自母亲去世后就没有了庆生的习惯，但七景一昨天刚帮了他，今天又冒雨给他带回蛋糕，任他再任性也不好拉下脸来拿桥。七景一问他许了什么愿，没来得及买礼物，说说看愿望是什么，可以实现的话就当礼物送你，摘星星摘月亮那种不行。林子云嘴上依旧不客气，愿望就是希望你上位失败，分不到林家家产。齐景一被逗笑，麻烦你现实一点。林子云根本就没有许愿，他咬着蛋糕垂下眼，口中香甜的味道勾得一些儿时记忆涌上心头，便随口说希望能去明景湾看海。话音刚落就看到齐景一站起身去问管家要车钥匙，林子云差点被叉子戳到舌头，我没说真的要去，还在下雨，你不是不舒服？齐景一被他这副生动表情惹得胃热，拿食指转着车钥匙表示我想让你开心。车子一路沿海而行，直接开到海滩停下。齐景一泊好车，打着伞和林子云在细雨中踩上湿软的沙滩，雨丝绵密将天海串在一起。林子云一路脑子空白的被扯过来，看着这片许久未见的风景，他以为他会心潮起伏，却也只是看着起伏的海面恍惚出神。时间仿佛跟五岁那年的生日重合了，他看见小小的他在海滩上疯跑，在防浪堤上爬上爬下，回头示意看不见牵他来的温柔女人。齐景一转头想说些什么，却看见他紧抿的唇角，便自觉地隐身让小海里心情。林子云不知看了多久的海面，才转头去看蹲在沙滩上堆沙堡的齐景逸，语气平淡问玩浪漫。齐景逸头也没抬，专注修整着他的作品回，你跟我玩吗？林子云没有回答，而是突然抬手指着那片海面说，我的亲生母亲在这里去世的，我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她还在世的时候就会跟林景祥一起，有时是她自己把这里包下带我来过生日。他是个爱情至上的人，满心浪漫，可惜林景祥不爱他，他的情人也骗了他，所以他跳了海，在我五岁生日那天。他是个爱情至上的人，可惜老公不爱他，情人也骗了他，所以他跳了海，在我五岁生日那天。小的时候不懂，大了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觉得他很可怜，只是觉得他很自私，又很脆弱，是不是很冷血？带着湿气的海风扑面，林子云的语气很平静，到最后带上了几分自嘲，却唯独没有伤感。豪门中爱恨情仇的故事太多太密集，疯子并不鲜见。齐景一见怪不怪，拉他站起身搬向大海问，你觉得风吹过海面给你什么感受？我觉得很伤感，海面太阔留不住风。你看，感受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心里是什么感受那就该是什么感受。他不过是自嘲的疑问，没期待齐景一会如此一本正经地给出答复。林子云怔了片刻，低低呛了他一声，又讲大道理。虽然这么说，他却发现自己竟意外地被安抚到了，连声音也不自觉放轻很多。他在世的时候一直都不开心，我一点也没发现。细雨渐息，七景一将林子云被海风吹乱的头发理好，知道他其实不需要安慰，语气却依旧轻缓，又不是你的错，人需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他做不到是他的问题。他总能把普通的话语说得温温柔柔，哄得人脑热心暖，又总能把话说得坚定，不管内容客观看来对错与否，好像只要是从他口中说出的就一定是真理事实一样，不得不说很能给人以安心感。林子云看他半天，突然轻轻笑了一声，三观不正。其实刚才他想说，风吹过海面给他的感觉就像齐景逸，总能轻易地抚平他起伏的情绪，又再掀起一些别的，像风卷海浪，海面或起或伏，都由不得自己。见小孩望着海面失神，齐景逸伸手过来把他的帽衫系紧，话里几分随意几分认真，下次别再浪费生日愿望了，哪有小孩会在过生日的时候跑到这种伤心的来。林子云看着他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意有所指说，怎样不算浪费？香槟跑车庄园表，限量版的那种。到了这种时候还能时刻记挂着自己吃软饭的形象，七景一又玩心大起的低头凑近他耳边，要我陪你一晚就不错呀。林子云冷静地挑了挑眉表示，那你报个价看明年这个时候我存不存得到了。三言两语约下又一年，伤心地中没有伤心人，两人在温柔的声声海浪中说说笑笑。这个误会他是小白脸的表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摧枯拉朽地冲进了他的心中。他刚洗完澡坐在床沿擦着头发看手机，房门被敲响，林子云穿戴整齐地站在门外，开门见山，应邀吃宵夜，你之前说的做不作数？七景一失笑，把颈上搭着的毛巾扯下来披到小孩头上，让他别偷看，自己去换衣服。林子云皱着眉把毛巾拿下来，
又对他爽快应约的态度感到满意，倚着门框等他问去吃什么。齐景一想了想这个点还开着的店铺，问你有多饿，很饿就吃牛肉火锅，不是很饿就去吃糖水 ，OK 吗？林子云权衡了一番，觉得自己精神太足拿不定主意，有几分纠结的问：火锅开到几点？糖水又开到几点？齐景一瞧他，眼睛大肚子小，那就先吃火锅，吃完你还有精神就逛逛，逛馋了就去吃糖水。林子云表示惊奇，还有东西逛？齐景一笑他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模样，告诉他没东西逛，但两家店都在我之前的中学旁边，风景还不错，可以散步消食。夜晚的本市很美，高楼退作远景，旧建筑和老楼被街灯照亮，街市依旧热闹，有年轻后生扎堆站在路边拦车嬉嬉闹闹。林子云没在这个时刻出过门，见什么都新奇，追在齐景一身后，边走边侧头看街景。齐景一提出要牵着他一起走，美其名曰人太多怕他走丢，林子云嘴上说着我不是小孩子，手却很老实地伸了过去，两人手牵手穿梭在人群里，被爱真的会长血肉。齐景一突然的温柔细心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他的心里。想起刚刚齐景一说自己学校在这，便问你以前在这边读书吗？齐景一见他过马路都不专心，扯住他的手腕把他让到里面，自己走在进车道的一侧，随后告诉他是圣安华。林子云即刻转头看他，微微睁大眼，你读圣安华？本市最好的公立学校不过圣安华，恕他眼拙，没看出齐景一会是尖子生。齐景一闷闷一笑，刚想抖落自己身份，却听林子云感叹，原以为只用生的好看，原来你们行业竞争这么激烈。齐景一哑然揉了揉额角，又被心里那丝兴味阻住了言语。他微微低下头，把脸凑近林子云问，你觉得我好看？人如其名，他长得斯文俊逸，红色浅棕，专注看人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情深的错觉。这个误会他是小白脸的表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摧枯拉朽地冲进了他的心中。即使林子云已被他捉弄惯，也难免被他看得耳后一麻，只能移开视线抿了抿嘴，扭头快走两步，自己推门进去，留齐景逸在他身后兀自笑个不停。林子云原本不算太饿，闻见旁桌骨汤的香味，又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吃很多，点单的时候见什么都想吃一口，齐景逸也不阻拦，耐心地回答他各样名字分别都是牛的什么部位。林子云好奇他那么熟悉，问你之前常来吗？也就几次，这间店每晚11点进新鲜牛肉，学校熄灯后很难溜出来，吃不到最新鲜的就干脆不吃。林子云莫名的突然压力山大，原来做他这行既要学习好，还要体贴能陪聊，每一行都不好做呀。他撇撇嘴又好奇的看他问，你上学时常逃学，都是为了什么逃学？齐景一笑笑如实说，你好像风纪委员了，平均一周两次不要学我。很多原因啊，跟同学出去玩，赛车，唱 K, 吃饭，喝酒，看戏，看演唱会之类的。林子云不曾逃学，也不参与同学的课余活动，听他的话像磕开一枚未熟的核桃，窥见一丝色青的青春气味，诱得他心生向往，盼望他再多说一些。齐景一问，你没听过演唱会吗？他原觉得林子云作为新生代没去飙车夜蒲就已很难得，不想他简直像在过退休生活。林子云撇撇嘴有些羡慕他，没有，怎么你们的17岁都这么有趣，我就都只有读书。说的老气横秋。齐景一笑了一声，伸手去揉他的头，思索片刻，没说带他去听演唱会，却说没事，等等带你去翻圣安华体验人生。林子云心里蠢蠢欲动，非法入侵被校警抓到怎么办？齐景一摸了摸他的头，那就跑啊，你别吃太多，等等跑不动。林子云送白眼给他，知他在说笑，却不知为何心里只有兴奋期待，没有担心。他们二人生的出众放在人群中也足够打眼。有闲下来的服务生倚着柜台，注意到他们二人的视线走向，小声的跟同事猜着他们的关系。其中一句传到了齐景一的耳朵里，这么宠，说不定是恋人。他循声望过去，聚座一堆的服务生立刻推搡着坐鸟兽散，欲盖弥彰的去后厨催菜。他心里觉得好笑，心想这话要是给他听见，肯定又要抓住他冷嘲热讽一番。想到小孩炸起毛眼神凌人的样子，没忍住低低的笑了几声。被误会是继母的小白脸怎么破？在线等挺急的。林子云听见他的笑声，一脸莫名其妙问怎么了。齐景逸对上他的眼一瞬失语，脑中涌进那晚小孩钻进自己怀里安睡的画面，跟齐潇的话掺在一起，又混入了服务生的猜测。他心虚避开林子云的视线，没什么，是不是吃饱了去圣安华？于是两人一起去了学校。齐景逸坐在高高的围墙上，一手握着顶端尖锐的铁护栏，笑望住下面的林子云，问翻得过来吗？林子云不似他般身手矫捷，学着他的样子试了几次都抓不到要点，次次踏空，还差点擦伤手心，埋怨的看着他抱怨你耍我。齐景逸忍住笑故意叹了口气，真是好难带坏你。他示意林子云再试一次，在他又一次差点踏空的时候，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手臂用力让他借着自己的力攀了上来，直直扑进齐景逸怀里。不等松一口气，齐景逸抱着他一同跳进花园，一扶怀里的人站稳，拉着他往稍隐蔽的角落走去，避过巡逻的校警。
这时，林子云突然微微踮脚侧头看他，七井一在他伸手过来的时候，下意识的闭了眼。然而，林子云只是拂开落在他发间的花瓣，看着他微颤的眼睫，九一熏人，竟觉得颤在自己心尖上，惹得他不自觉往后退了两步，踩碎地上一根枯枝。后面一束电筒光照过来，七井一在他们被发现之前，迅速把他揽进怀里，躲在树后。他动作很急。 手轻轻按住林子云的后脑，两人身体紧紧相贴，几乎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林子云不敢出声，也不敢动作，耳朵抵在他的胸膛上，听见他规律有力的心跳，自己的心跳却乱得一塌糊涂，好似战鼓喧天，震得他面红耳赤。与七井一身上的柠檬香织成一张密网，将他困牢其中。见校警走远，七井一低低的笑了两声，问怀里的林子云够不够浪漫。林子云即刻推开他，以电视剧看太多。七井一对上他深黑翠光的眼，淡笑不语。 有晚风应景的吹过，揉碎其中一人的笑声，带走另一人耳间的晕红。七井一领着他逛过花间小路，去看迷你人工湖，并表示当初他们就是在这里挥霍感情的。林子云任他牵着手腕，把景色赏遍，两人又谈几句女生。七井一记挂心中那场飓风，撞似不经意的问：“美女生追你？”二次元的舅舅开始反攻抢上步了。温柔有腹黑的七井一，还是打动了林子云冰冷的内心。被问到有没有女生追，他耸耸肩，表示以前有很多。 后面林家你知道的，随后满不在意问你呢。七井一指了指脚下，好多，可以从这里排到学校门口。林子云笑他自恋，心里又有点奇怪的不舒服。他把这归因于对七井一风流的不喜，所以你三天换一个。七井一揉了揉额角，心想自己在小孩眼里的形象到底是有多糟糕。他笑道：“怎么可能，我很长情的。初恋谈了三四年，又指向湖边弃停，还差点在那里被教导主任抓包。”林子云心里那丝不舒服，以更汹涌的势头卷土重来。 他不看那弃停，只垂眼看着脚下的碎石说：“那你还回来这里追忆往事，有什么好追忆的？都说了是往事，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七井一说的坦然又想捉弄他，就微微眯起眼问：“你介意啊？”林子云见他表情，就知他目的，神情坦荡，反将义军说介意啊。七井一看着他，想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弯起嘴角，几分逗趣，几分真意说：“既然这样，那不如我们把整个圣安划走一遍，刷新一遍记忆，好不好？” 这下终于轮到林子云哑然，他心中几种莫辩的情绪掺杂交织，嘴角要弯不弯说：“你是假长情，真薄情。”七井一没答，他上一句话：“而是捏他鼻尖说，笑得这么诡异做什么？”林子云欲盖弥彰的拍开他的手，不甘示弱的倏然把手放在他脖间，故作凶狠说：“以后不准再带别人来，我要做最心存档。”包裹在玩笑外壳下的模糊暧昧做底，所以撩人心间的刻意动作，再加上一些真心实意，这道诱人的菜谁都会做。七井一脆弱的喉管落在林子云手中。 被他张扬的话语惹笑，小孩的指尖很凉，像柔软的冰。他伸手揉他头发，笑着打好。于是就真的带他走遍校园角落，没人刻意去营造氛围，他们只是简单的并肩而行，闲聊看风景，几句琐事，几句笑谈，无关风月已足够温情。曾经两个时七岁少年一同走过的地方，踩下的脚印，洒落的笑声，争吵与泪水，被其中一人与另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尽数踏过覆盖刷新过所有痕迹。 七井一边回答林子云的提问，一边走过曾经熟悉如今却稍显衍生的风景。论两大调戏，高手过招多有激烈，每一句话都是意味深长。林子云见他答话漫不经心，微微撇嘴以示不满：“喂，你怎么走神？还在想初恋？”不等七井一出声解释，他用手肘轻撞他的腰侧，开玩笑让他吸取眼前人啊。七井一看着眼前人怔怔发愣，那只罪魁祸首的蝴蝶翩翩振翅，亲自闯进他的心房，扰得他不得安宁。 原来用暧昧语气激人这样有趣，见七井一望着自己失神，林子云觉得自己终于扳回一城，心情莫名愉悦，伸出五指在他眼前挥挥，傻了，我是说曼玲啊，她那么美又有钱是你的福气。七井一终于回神，简直对她束手无策，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可憎可恶又可爱，不知该气还是该笑。他一把抓住乱挥的手，是我的福气，走吧，不是还要继续逛？他的手跟口袋都太暖，林子云一时忘记挣开，指尖按着他的指骨。 硌得他心慌意乱，七井一带他从侧门溜进教学楼。他一只手牵着林子云，单手拨弄着门上救火感慨：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坏锁都没人换，安全意识亟待提高。林子云不常做坏事，不敢出声答话，只反攥着七井一的手腕，贴在他身后，才觉得安全少许。七井一把锁打开，回身拍了拍林子云的头，让他别怕，不会有事。林子云这才放松下来，又说才没有怕，被抓到又不会怎样。七井一抿起嘴角笑。 带他走上二楼，去看他之前的课室。楼道很宽阔，没有灯。林子云垂眼看着自己被牵住的手，小小声说：“你怎么这么喜欢牵我？练习当爸爸。”七井一刻意教坏小孩，手指作怪地点了点他的手背，话中有话：“不是你说要更新存档？”林子云闻言急眯起眼。
勾起嘴角不甘示弱的调戏回去。难道路过你们接吻的地方，你还要亲我吗？齐景逸脚步一顿，回头看他。林子云微微抬着下巴，笑得又坏又娇矜，像一位小王子，披着窗外月华，好似戴着一顶琉璃冠冕。他看着这样的林子云，恍然听见心里有玫瑰盛放的细碎声响。他随即揽住林子云的腰际，将他抱到更高几阶的台阶上，话音认真又郑重问：“你想我亲你吗？”林子云被他突然的动作和提问扰乱了心神，一瞬失去镇静，手指都攥紧，低头瞪着他。不等他给出反应，齐景逸就微微弯身执起他的手，轻轻落了一吻在他被捏红的指尖。齐景逸微微弯身执起他的手，轻轻落了一吻在他被捏红的指尖，又揉了揉他的头发，表示亲完了。他的动作温柔又真知重之，偏偏又一副哄小孩的语气。林子云呆呆愣愣，指尖像有暗火在烧，面颊涨红，不知是羞还是气，也不知在羞什么，在气什么，更不知该作何反应，愤愤的作势要打他，脚下又差点踩空，整个人乱作一团，被齐景逸擒着笑扶住。齐景逸看着张牙舞爪难得失态的林子云，笑得停不下来，被林子云捶了好几下，才忍住笑，好言认错，要给他看自己中学时的照片做赔罪。站在照片纪念墙前，齐景逸在密密麻麻的照片中找了半天自己，反而是等不耐烦的林子云凑过来，一眼就看到了他。照片中的齐景逸18岁，比现在的他还大一岁，理着标准的学生头，面庞生嫩，抿嘴对着镜头笑，的确有让人排队追求的资本。不够好看的旧照总让人尴尬，齐景逸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盼望他赶快看完走人。林子云却不顺他的意，又去看照片下的纪念语。别人都写对未来的期盼和憧憬，只有齐景逸的纪念语独树一帜，写的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齐景逸企图逃避自己的过去，按住他的肩想把他推走，刚刚在他面前失态，林子云自然是想找回场子，站在照片墙前，手指划过一个清秀的女生，问哪个是你初恋，是不是这个？齐景逸有些心虚，在心里腹诽性别就不对，但是他不打算把这些告诉他，于是打趣他眼光好，这是我们校花，你找不到的。进毕业前一个月，他去了北美，没参与最后合照。见齐景逸记得这么清，林子云不冷不热的应声。他其实不想听齐景逸提起那个他，自己却又矛盾的忍不住想问：你们为了这个分手？齐景逸拍他的头：当然不是，只是不合适就分手了。林子云侧过头看他，下意识的追问：怎样才合适？齐景逸微微眯起眼说：可爱又懂事的就很好，再好看一点就更好。林子云撑着下巴：这样，怪不得你会喜欢曼琳。齐景逸食指点点他的眉心，暗笑他不解风情，又问：你呢，喜欢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林子云心里某处不愿被触碰的地方一震，垂下眼低低说了声烂人。他的声音太浅太低，齐景逸没听清他说了什么，但能察觉到他心情低落了下去。不知道哪里触到了小孩的逆鳞，他只好不再继续话题。被误会是继母的小白脸怎么破？在线等挺急的。小孩貌似心情不佳，齐景逸便带他到操场吹风。林子云就盯着他的脸，想象出17岁的他竖着发带，这球服灌篮的样子。他看着不远处的篮筐，做了一个三步上篮的动作，动作轻盈，手指轻易擦到篮筐。齐景逸略略有些惊讶：弹跳力很好啊你，还想说你不会的话可以教你，可惜少了一个表现的机会。林子云没接他的话，样子并没有很开心。他想到齐景逸说的覆盖记忆，便抬眼望他说：你可以再教一遍，当我不会。齐景逸失笑：这么配合，三步上篮，再一遍，你刚刚脚步不对，多了一步犯规的。林子云耸耸肩，假装运球，绕了个弧线，踏出两步起跳。齐景逸瞳孔一缩，上前一步接住他，见他站稳才话带责备：出哪只脚都可以，不要中途改呀，会扭伤的。他蹲下身卷起林子云的裤腿，检查他的脚踝。林子云看着齐景逸的发旋，发觉这个人明明高他半头，却总是在他面前低头，替他解纽扣，在他身侧堆沙堡，替他系帽衫，吻他指尖。齐景逸确认他没有扭伤，松了一口气，就听见小孩低低的问：要是我扭伤脚，你会不会背我去校医室？齐景逸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本以为他又在开玩笑，看表情又不像不经意，脸莫名，他直接背起了小孩说：当然。见小孩听见答复后垂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他笑一声：小孩心思复杂，开始讲些自己身上发生的校园趣事来逗他开心。林子云倚着球架听他讲述他的校园生活，思绪渐渐被他带偏，想着17岁的齐景逸早起来球场练球，接过女生送来的饮料，放课后翻墙出去看戏唱 K， 直至天光才躲过笑脸回到课上补眠，竟觉得自己不曾参与好可惜。夜深风凉总让人徒增忧思，有什么东西由心底往上翻涌，摸不到也理不清，情绪压抑太久的后果就是等你想去抓住心中情绪的时候，却连这份心情是什么都分辨不清了。烦躁感一霎冲上头顶，竟蓦地往前跑，像在逃离什么又像在奔向什么。下午课两点半开始，林子云一点半就到了课室坐定，随手拿书翻看。午间回家时并未看到一向在家中无所事事的齐景逸，背上的贴布药竟凉凉渗入皮肤，是早晨在齐景逸的督促下贴上的。一身药味弄得他心情不太好看，
树叶上的字也只能看出字形，组织不成词义，看不进脑子里，脑中隐隐床状都是某人。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却更不识相思，只觉得心烦意乱，理不清缘由。他把这些都归因于齐景一出门却不跟他打过招呼。可齐景一出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理由要跟他报备？他不过是曼玲的情人，又不是他的，能挤出时间陪他都已是附赠福利。课桌前突然站定了一个人，在他桌上投下一小片暗影，切断了他的思绪。叶尼间有些恶狠狠说，那天让你跑了那个人是谁？近日来他们家中生意场上处处吃亏碰壁，各家长辈忙得焦头烂额，叫他们不要在外面胡乱惹事，冲撞贵人。叶尼间嗤笑一声，当他们活在旧社会？见林子云不答话，他心中憋火无处发泄，用力一脚踢上他的桌子，坐到前座的椅背上，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我问你话。我知道了，不会是你的。林子云心情本就烦躁，没等他说完，便一拳斜风送到了他脸上，打断了他的臆测。叶尼间没想到他会突然出手，躲闪不及被他结实打中嘴角，霎时青红一片。他瞪大眼睛，犹如被激怒的狮子反扑过去，与林子云扭打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有伤，动作不太爽利，最终还是负伤较重的林子云落了下风，被叶尼间扼住了脖子，重重将他抵到墙上。他贴到林子云耳边，咬着牙威胁道，这几天先放过你，你小心点。林子云脸色难看的把倒下的桌椅扶正，坐回座位时才发觉自己手脚冰凉，连书都拿不住。窗外的树梢上有叶片被风卷落，他捏着手中树叶，满腔愤懑委屈寻不到出口，脑中突然只想得到那网慌乱的接住自己又蹲下身替自己检查脚踝的人，这让他感到安全又安心。他抿起嘴唇放空了几秒，左手在这几秒内越过大脑擅自行动，拿出手机解开锁屏，按下了那个备注名为齐生的号码。齐景义没有开车来，站着学校侧门等他。小孩见到他时面上也没什么表情，淡淡的说不好意思，突然不想上学。齐景义装作没看见他，指骨上的红肿和脖子上的勒痕，心中想着可以送多几家产业给大哥庆生，面上无所谓地点点头，我懂，春天不是读书天。想去哪里玩？我陪你。林子云有点茫然地摇了摇头，不知道想去哪里，也不想回家。别的小孩受了委屈有爸妈，林子云发现这偌大的城市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齐景义少见小孩这副失落的模样，动作轻柔地理顺他的头发，口吻很和缓说，那就不回家。林子云总能被他轻而易举地安抚下来，心中情绪稍定，想说不如开车兜风看景，就看了一眼他身后，随即表情有点意外地问，你没开车来，你那架宾利呢？齐景义如实答，不是我的，还回去了。他几年没回来，不知道有什么新鲜去处，只好发信息问齐潇。林子云才发现他穿着正装，看起来风度翩翩，以为他今日是去见别的情人，还车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又是一片乱糟糟，烦躁郁结更甚，连从他身上汲取到的温情都感觉变得廉价，让他忍不住伸手把头发揉乱，像是想抹掉齐景义的触碰。齐景义自然看出了他的变化，但猜不出一瞬一变的少年心事，于是靠在他肩膀蹭了蹭。林子云眼中立马终于云消雨迹，齐景义对上他的笑眼，不知他为何突然软化了态度，却盲目的见他开心便替他开心。两人决定一起去看电影，可惜这个月的排片很普通，扫过一圈也没找到想看的影片。齐景义见不得他脸上败兴的表情，想起齐潇说过他里有私人影院，便提出要过去。这时一个女孩子突然过来问电话，林子云少见如此直接的搭讪，一瞬不知该如何作答，下意识的看了齐景义一眼，又见那女孩抬起头来望向齐景义，才知道问的人是他。他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微微往齐景义身边挪了一步，手松松握拳想替他答不要。齐景义好笑的看着他的小动作，上前一步问那女孩是不是大冒险。女孩见游戏被拆穿，先是点头又大胆道，不过也是真心话呀，你长得很好看，交个朋友好不好？他的话顿时引来同伴兴奋的高呼，少年人特有的高分贝十分突兀，人群纷纷往他们这边侧目。林子云不爱这种目光，整个人里里外外都觉得不自在，周身气压渐渐滑低。齐景义察觉到身边低下去的气压，摆摆手笑着与他商量，谢谢你称赞，你也很可爱，不过给了你号码我家里人会不高兴，不要让我难做好不好？他语气足够和善，女孩知难而退的识趣点头，见他没顺势勾搭小女生，家里人果然没有不高兴，林子云心内的低气压被挽回来一些。齐总这样明目张胆的偏爱很难不爱啊。听到对方宣誓主权和暧昧的称呼，林子云假意抱怨，明明我比你好看，他当我透明人。齐景一摊手，现在流行叔叔款啊，温柔可靠，知心贴心，难道你不喜欢？林子云见惯他的调戏，照例呛他，文质彬彬，人面兽心。看海时宵夜游圣安华，现在又要看电影，还问我喜不喜欢，你想泡我呀齐生？齐景义顺势往这氛围中添火，半开玩笑的回话，哪有泡这么轻浮，我是真心换真心。林子云原本只是争胜的玩笑无关试探，却被他的话敲得心房骤然一紧，抿嘴推了他一把，像在躲一份不知该如何处置的心情，便说去买雪糕。想起刚刚的搭讪事件，走没两步又回头交代，不要跟陌生人搭话，
以免走丢。可恶可爱，七井一笑着乖乖应声，找了台机器加公仔。这里的机器还算有良心，爪子很紧也不会提前松开，奈何他手艺生疏，技术太差，几次都找不对位置，白白浪费了十几个币。在一次失败的时候，耳边传来一声轻笑，七井一有点懊恼地望过去，林子云咬着一个双球弹头站在旁边看他视线交汇，他的嘴角又弯出了嘲讽的弧度。大情圣难道不该最会加公仔哄女孩子开心？七井一闷闷地笑，我技术不好，还请阿云指教。林子云耸耸肩，把手上雪糕递给他，第一次试水就加中了一个。他蹲下身去拿出那只大耳屎迪仔，在七井一眼前晃了晃，表情得意说，很容易吗？七井一看着他发亮的眼，笑着揉他的头发，很厉害啊你。林子云加到公仔所获得的成就感巨大，对七井一的夸奖很是受用。七井一手上的雪糕要融不融，他下意识的头伸过去就想吃掉，七井一也注意到了，故意也凑了过去，先一步咬掉了要化掉的部分。林子云手指紧紧攥着衬衫下摆，眼睛盯着七井一唇边的一点点白痕，突然觉得喉咙好干。青春期总是来势汹涌，比情爱更能辨识的清，也比酒意更容易上头。他有些尴尬，又有些不知所措，欲盖弥彰的指责他吃掉别人的雪糕，没礼貌。七井一笑说，好了别生气，我送东西给你做赔礼好不好？林子云顿了几秒才闷闷地问，你要送我什么？七井一见他一直盯着自己耳钉，思索片刻问，你有耳洞吗？送个耳钉给你好不好？跟我这只一样的。论两大吊戏高手是如何过招的，听到七井一说要送他同款情侣耳钉，林子云垂下眼小小声咕弄了一句，谁要跟你戴一对？七井一耸耸肩，那就算了，先记在账上，以后你想到要什么我再送你。那请你吃饭，晚上想吃什么？身后的人却没动，片刻后才滴滴说没有。齐景一转回身问什么没有，林子云脸上依旧是那副没表情的样子，抬手指向一边的纹身店，没有耳洞，不过那里可以打。齐景一确认过店里的仪器足够干净，坐到林子云身边，看着墙上贴着的各样成品图，突然问店员拿了他们店内的纹身图册来看。林子云看着一板穿耳钉，选了个最普通简单的样式。店员给穿耳钉消完毒，拿了酒精笔和耳钉枪过来，问他想打在哪里。他原先自然地指着耳垂，等店员把笔点上去后，突然又摆了摆手，看了一眼正专心低头看图册的齐景逸，手指沿着自己的耳廓往上滑，指尖落在了耳骨上。店员循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了然地帮他校正了位置，拿过镜子给他照来确认，是这个位置吗？到底在做什么呀你林子云？在心里这么问自己，却找不到回答，只是这么想了就这么做了。他点点头暗笑自己，肯定会是那种把恋人的名字纹在身上的俗人。七井一见那边收工，刚转头想去问他痛不痛，却被他抢先问是不是有纹身。七井一闻言大方，解开几粒纽扣，拉下领口，露出锁骨下方一个花体的字母样。文字的面积不大，即使林子云是外行，纹在这个位置想也知道是什么意义。他胸腔好似也被耳钉枪穿过，顿顿的酸胀，说曼琳看到会很开心。七井一眼便看到他发红的耳廓和那个与自己打在同样位置的耳钉，有如一枪穿心，击碎了心外屏障，涌出的鲜血灌溉出鲜嫩月季，心脏跳落一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抵抗这样的林子云，让他想宠想亲想爱。他轻轻抚上小孩的耳垂，连说出的话都很轻，好像微风。痛不痛？林子云后退一步避开他的手，撇开头去不与他对视，摇了摇头。齐景一拖长声叫他，伸手把他拉进自己身边，笑了一声解释，纹的不是曼琳啊，是之前的恋人。既然是前任，薄情如齐景一，那纹身有和没有也没区别了。他心里的烦躁早已经不是因为曼琳，而是因为他自己。两大吊戏高手之间的拉扯和过招，谁看了不迷糊啊？林子云搞不懂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也搞不懂自己乱七八糟的情绪起伏。他翻白眼点评，纹的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举动好俗又好蠢，纹别人在身上难道不会后悔？齐景一乖乖接受教育，又怕他多想便认真解释，很早之前纹的了，跟你差不多大，那时年轻不懂事吗？后悔倒是还好，不过一个图案也没什么感觉。果然是这样，林子云心绝不能只让他干扰自己的心情，勾勾嘴角表示别去洗啊，听说很痛。也不用遮呀，后面纹上印当作是我怎么样？齐景一挑挑眉，这小孩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撩人？他伸手指戳他额头，反撩回去，可以啊，不过印你想做我的进行时，居然被他这样轻易的印下，还能拿来开玩笑。林子云又一次认识到他对待旧人有多薄情，接不上话忍不住感叹，你这种人负心汉。齐景一故作委屈，扮出哭脸，明明是你说要闻，我答应了又怪我，又是你说要吸取眼前人，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的？林子云被他逗笑，捏着屎迪仔的拳头打他，话都被你说完了，你嘴上功夫肯定比打扑克功夫厉害。齐景一假装被打得投降，又刻意低声道，满脑子黄色废料，童子军知道什么？嘴上。林子云猜到他要说什么，又想起他唇边沾上的白痕和柔软的舌头，
而骨穿孔的位置红得像要滴血，光天化日，麻烦你收敛点。小孩真是太逗趣，七井一揉揉笑得发酸的腹部，你看，又是你先说的，我说就不行，真是不讲道理。林子云微恼地瞪他一眼，望见他没系好的纽扣，自然的抬手帮他系上。七井一边微微轻声认他动作，他的手指微凉点到皮肤上的感觉很奇妙。林子云帮他理好领口，随口问所以闻的是哪位。一个人远远的看见了他们，直到在他们身侧站定才叫了声阿锦。七井一听见这道声音，面色一僵。 脸上温柔的表情悉数化作无奈，一个是自己初恋男友，一个是误以为自己在吃软饭的季表直。三人围坐在餐厅里，修罗场莫过于此。七井一在心里叹气，打破僵局，和小孩介绍阿云，这是林瑞一名恩律师。两人关系刚有点进度半路就杀出个前任，林瑞一看见林子云刚打上的耳钉，打断他的画面上带着得体的微笑递卡片过去。中午跟阿锦在 El Monte 吃饭，他有要紧事离席，是去。林子云接过那张烫金名片，也打断他的话，说是见我。 随后侧身招手叫来服务生上菜单，何必强调中午在哪间餐厅吃饭？最适宜约会榜排榜首的 El Monte 在南定。七井一不照样一个电话就穿着正装来陪他翘课，叫我阿云叫你林瑞怡，态度还不够明显吗？七井一知道林瑞怡的个性，原先怕林子云吃亏，结果看小孩嘴角微弯，是那种眼熟的嘲讽弧度，自己也忍不住勾起了嘴角，倒觉得自己多虑。林瑞怡依旧镇定不再说话，三两眼扫过菜单。 一别数年，他拿不准齐景逸现在的口味有没有变化。点菜时便没有做主，三人各自单点，等菜单被服务生收走，才以一副怀念的语气开口：“阿锦，你还是没变，就连爱家公仔都是，以前我们都抓过一只一样的，你记不记得？”齐景逸略带歉意的笑着说：“是吗？我真的不记得了。之前你家的公仔太多，又都放在你家里。”林瑞一猜到他跟旁边的小孩还不是情侣关系，便循序渐进的铺开话题。开胃的沙拉做头盘，林子云屏蔽掉噪音。 将橄榄核番茄生菜剥开，只吃奶酪和熟金枪鱼。齐景一看见他的动作，微微皱眉，让他把蔬菜吃掉，伤害没好，营养要均衡。几片叶子能有什么营养？但见他在林瑞一面前对自己展露关心，林子云便也不驳他的话，乖乖把生菜啃掉。齐景一没说轻是什么伤，林瑞一脸色微变，笑得依旧得体，关切地问：“你身体不舒服？我家中有人在做医师，可以帮你做检查。”林子云表示不用，齐景一前几日已带自己看过医生，没什么问题。 林瑞怡轻易地拍了拍林子云的背，正好拍在林子云背上的伤处，意味深长说：“阿锦还是和以前一样细致。”林子云被痛感换回心神，他一向能忍痛，没说什么也没出声，只是嘴角没了那点弧度，抿了起来，垂下了眼睛，长睫毛盖住眼里的情绪。齐景逸突然放下叉子，把卡递给服务生买单，又告知林瑞怡电影快开场了，我们需要先走一步。林瑞怡一愣，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明明连手机都没看，怎么知道要开场了？ 齐总这样明目张胆的偏爱很难不爱啊！他一路走到外面才停下脚步，皱着眉问他是不是弄痛你了。林子云没打算帮林瑞怡开脱，他明明闻见自己身上的药味，不拍手不拍肩却偏偏要拍他的背，能无辜到哪里去？害小孩无辜受罪，齐景逸眉头不展，诚挚的替林瑞怡向他道歉，又说对不起，我也不该让他跟我们一起吃饭，不会有下次了。林子云点点头，笑着调侃他，还想有下次？有这种人做前任，你一定爱死曼玲了。齐景逸摸了摸他的脸，解释。 我是说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我和曼玲的事，这时手机铃声突兀的响起，打断了他想说的话。屏幕上显示曼玲来电，林子云也看见了，他微微撇嘴，没出声嘲讽，转身往商场里走。蒋曼玲的声线依旧轻快有活力，打电话过来监督定位流程，又询问了林子云的近况。齐景逸表示阿云很好，自己这几天都在陪他，那边哀哀抱怨几句林子云都不跟他亲近，又撒几句教，突然说：“对了，你开导他一下呀，我觉得他好像取向跟你一样。”齐景逸脚步一顿，没接话。 不自觉地握紧了手机，听见那边说：“我怕他真的是这样，在学校会被人欺负啊。”景祥只有他这个儿子，既然他肯跟你亲近，你就打听一下嘛。如果真是这样，林家那边肯定要闹的。你跟他说，不行就改姓蒋嘛，反正蒋家有势力。齐景逸忍不住扶额笑起来，觉得曼玲真是既通透又单线思维，暖心又跳脱，想的那么长远却不怕林子云被自己拐跑。他打断曼玲的喋喋不休，挂了电话。林子云正站在影院门口等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两人一起去了私人影院。 两人坐得很近，只用一偏头就可以靠到肩上的距离，但两人都没动作，舒适地陷在沙发里，目光专注地盯着画面。想起齐景逸伸出舌头舔上虎口的样子，不自在地换了个坐姿。环境总能催生出异样的气氛，音乐画面、灯影温度全都恰到好处，惹人冲动。他突然转头看向齐景逸，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手指紧紧地攥起，红透的耳尖被暗影掩藏，说了句“亲我”，某条暧昧模糊的界限被打破。 齐景逸一怔，像听不懂他说的话一样，转过头看他微微瞪大了眼睛。林子云要用掉曼玲浪费的额度，这是什么大胆发言？他固执地看着对方。
一动也不动，又重复了一遍亲我。齐景逸没出声，时间好像在他们两人中凝住了，好一会才开口问为什么。林子云把他过长的沉默错认为是迟疑与拒绝，压抑许久的情绪一瞬被席卷而来的失落感引爆，突然翻身跨坐到他身上，揪住他的衣领，咬着牙一字一顿：“我叫你亲我呀。”他眼底微微泛红，又羞又窘，又恼又倔又气，冷冷的声线里夹着微不可闻的颤抖：“是不是曼玲就可以？那个什么阿嫂就可以？那个林瑞怡就可以？那个开宾利的就可以？我就不可以？”他情绪突然激动起来，齐景逸怕他摔下去，又怕扯到他身上的伤，轻轻揽住他，语气极尽和缓。林子云不想听他说话，刚打了耳钉的耳朵涨红的快要滴血，也不给他开口解释的机会，伸手想去扯掉那个耳钉。齐景逸眼疾手快地按住了他的动作，可他仍然挣扎着想去扯掉那个意味不明的、位置尴尬的耳骨钉。齐景逸稍稍用力把他的手制住，像能听见他碎掉的心情，抬起他的下巴，干脆地把他喋喋不休的质问吻碎在喉间。林子云求人得人，闭上眼搂住齐景逸的脖子：“为什么要我亲你？你喜欢我，还是单纯想发泄？”林子云自己都搞不明白怎么回答他。他答得倔强：“只是突然想亲而已，不是你说我想要什么就说吗？”齐景逸见他情绪缓下来，又看着他晕着微薄水气的眼，不想逼他要一个答案，便说：“你是怎么想的？想怎么样都可以，没关系。现在亲完了，还想要什么？”林子云坐在他身上没动，只是身体向后倾，被齐景逸伸手圈住，丝毫不自知他现在的姿势有多撩人。他垂眼咬住下唇，不与齐景逸对视，忍了又忍，还是说曼玲去了法国。齐景逸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扶他坐稳才问所以呢。林子云伸出手去捏皱了他的领口，薄红从脸颊一直红到脖根，却仍摆出镇定强硬的姿态，所以他不会知道。齐景逸不知该气还是该笑：“林小朋友，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你才17。林子云攥住他的衣领，拉他靠近，又转开头：“我又没说要跟你在一起，只是用掉曼玲浪费的额度而已。”接下来就是仅 VIP 可见内容了。林小朋友，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你才17。影片临近尾声，齐景逸垂头看他，才看见他微红的眼尾。林子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明明不觉得剧情感人，却有泪絮在眼中，只要眨眼便会落下。齐景逸把他搂得更紧，让他的头靠在自己肩上问：“现在让我说话了吗？我刚刚就想跟你说清楚了，我不是曼玲的情人，没有曼玲，没有阿嫂，没有开宾利的人，现在也没有林瑞怡。”他顿了顿，语调无奈又宠溺：“我只是不想以被误会的身份跟你接吻而已，结果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还生我气。”温柔低沉的音节字字敲进耳中，林子云将齐景逸的手腕握得发痛，强忍了半天的眼泪不受控的落下，只当他又在哄骗自己，又觉得这谎言未免也太过动听。齐景逸发觉颈侧被液体沾湿，手忙脚乱地替他擦泪，连连道歉。林子云又误解了他的道歉，摇了摇头，双眼红红，仍要嘴硬：“不是因为你，只是剧情太感人。”他睁着眼睛，眼中的泪像是流也流不尽。齐景逸啼笑皆非地帮他擦脸。林子云总是这样，少年本该肆意张扬，他却总是隐忍又别扭，倔强又懂事，心口不一，心思细腻难辨，心事深沉复杂，像只迷途右路撞进他心间，连带着让他也开始不辨西东。他吻吻他的脸颊，顺着他的话说：“那下次看喜剧好不好？”林子云发觉他很爱跟齐景逸约下次，因为总是会成真。他微微垂头，依旧问得很认真，不带讽刺，也不是反问：“还有下次吗？”齐景逸轻声笑笑：“不喜欢跟我看电影吗？”林子云止住眼泪：“他怎么会不喜欢？”齐景逸搂住他的腰，撒娇一样蹭了蹭他的肩膀，笑着说：“能跟你看的话，感觉会很不错呀。”林子云怔怔地抬眼看他，主动凑过去和他做起了人工呼吸。18个小时后，他们出了影院，商城中灯火通明，冲散了暧昧的氛围，他把所有起司都驱逐回了心底。虽然仍大脑混乱，只有在影院中那两个小时是轻盈甜蜜的，犹如一场美梦。看到车子过来，他下意识地想甩开齐景逸的手，却被牵得更紧。齐景逸笑笑说：“没事的，大人牵小孩很正常啊。”林子云看着他的后背，心想他果然还是把自己当小孩。确定关系后，林子云无时无刻都在惦记要花光齐总给他的额度。两人从电影院出来，一并坐上后座，林子云面颊泛红，坐得很远，与齐景逸隔开一定距离。齐景逸一坐上车便条件反射地觉得头晕，半合上眼，头侧靠在车窗。车子发动，林子云记起他会晕车，犹豫了一下，拿了一瓶水递给他。齐景逸有几分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接下那瓶水，顺势牵住了他的手，又闭上眼。林子云视线望着车外街景，手指轻轻抚他指尖的脖颈，想起他温柔强势的亲吻，下腹的肿胀感一路烧到脑子里，让他感觉心脏的部位很饱胀，要捂住嘴巴才能把一些心情咽下去。车子一路驶回林宅，齐景逸请帮佣拿了条热毛巾过来帮他敷眼睛，热度慢慢渗进皮肤，很一贴。林子云指指自己的脸颊想要奖励，齐景逸失笑，拉住他的手轻身过去，在他唇上亲了亲。撩是他要撩的，齐景逸真的吻过来，他又脸红，手指按着自己的嘴唇低声问：“还有多少额度可以用？”
齐景义以为他仍在讲笑话，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说，给你一张黑卡，无限额使用好不好？林子云按住他的手放到自己脸颊上，微微偏过头贴着他的掌心表示，空口无凭要立字据按手印的。齐景义觉得他可爱的挠心，轻轻抚他脸颊，眼里都是笑意，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立字据按手印下聘书啊。林子云微微仰头，眼前顶着毛巾，嘴角勾起像在说梦话，也不是不行啊，要明媒正娶。你八抬大轿，我十里红妆，够不够热闹？齐景义想象出他穿着旗袍敬茶的模样，眼睛微眯，笑得很温柔。哪来的明媒？我们新世纪的进步青年都是自由恋爱。林子云把真心藏在轻浮的态度之下，轻飘飘地说，好啊，那我领个号码牌，轮到我时麻烦告知我一声。齐景义见他说的漫不经心，隐隐有些失落，笑着摇摇头，觉得自己真是败了。想进一步又怕行差踏错覆水难收，想退一步又怕失之交臂坐失良机，只能伸手点点他的脸，微微叹息，你啊。他收回手，撑身站起，嘱咐他记得换药，睡觉时不要压到耳朵，又跟他道晚安。林子云听见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躺着没动，眼前的热毛巾渐渐凉下来，他撤掉毛巾，手指抚上贴过齐景义掌心的脸颊，寻不见一丝余温。想进一步又怕行差踏错覆水难收，退一步又怕失之交臂坐失良机，齐景义无奈的头疼。在清醒与梦境交接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林子云赤脚踩着地毯走过来，钻进他的被子里细声道，连晚安吻都没有，服务这么不到位。齐景义闭着眼笑出声，轻手轻脚地把他揽到怀里，闻着他身上的药味沉沉入眠。次日早晨，看着身边空了一块的床铺，他开始怀疑林子云是不是有人格分裂。他撩人的时候青涩羞赧奔放大胆，撩完了之后又脸皮薄的像纸，跑得比谁都快，一大早就遁去了学校，连招呼都不跟他打。他拿过手机给林子云发讯息，我睡醒了，你扔下我一个人。他笑自己像个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明明没什么事可说，却偏要找个由头找别人说话。看那边很快回讯息过来，上次你也扔我一个人去跟阿嫂喝茶，陪我了。齐景义读完信息，几乎能想象出他脸上凉凉嘲讽的表情，忍不住扶额笑出声来。洗漱过后换好衣服下楼，管家便递了张帖子过来，说林子云今晚有一场酒会要参加。齐景义扫了一眼问曼玲还说了什么，管家把林子云的症状拿出几号来，让他帮忙参考并表示，如果您无事的话就请陪少爷同行。这种程度的酒会不过是找个场合，给年轻后生们提供一个熟识交流的机会罢了，按他的身份和辈分于情于理都是不该出现的。猜曼玲的意思，估计是想让他去帮林子云撑场面。不过他出国快十年，又不打理家中生意，那些小辈怎么还会认得他是谁？就连林子云一开始不都以为他是吃软饭的小白脸。齐景一习惯性的去揉额角，他让我以什么身份去 ？host、promoter 还是 plus one？ 他看了一眼帮佣正挂着熨烫的西服，想起自己也有一身同系列的相近款，替林子云选好衣服，心情愉悦的去找齐天帮忙设计遮盖纹身。齐天意味深长的问：“想好要做什么图案了没？比如新欢的名字。”齐景一大方承认，不用试探我了，就是林子云。齐天被吓了一跳，表情诧异，不是吧你，老牛吃嫩草。齐景一雷他一拳，你才老牛，最狠不过深情渣，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吃了服衣去徒留伤心人。狠不过深情渣，说的就是齐景一这种人，吃了服衣去徒留伤心人。大体被他说中了六七分，根本性质却完全不同。齐景一耸耸肩，只说他不一样。齐天少见他这样认真，问他怎么和家里交代，齐景义答得轻轻巧巧，曼玲肯定站我这边，本身也轮不到林子云继承，他要是真的想要林家的家产，那我帮他争了，或者把齐家属于我的产业送他都可以，比林家值钱吧，我自己在英国也有根基。齐天瞠目结舌地看着他，齐家的产业，哥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齐景义无视他见鬼一样的表情，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愿意送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啊。齐天无话可说，只能抱拳，你们先人拍拖的层次太高，我望尘莫及。齐景义笑着推了他一把，不说这个了，我大致有想好几个元素，拜托你帮我组合设计一下，不然我都不敢在他面前脱衣服。齐天在心里腹诽禽兽啊，宴会厅里举杯交谈的皆是面孔青葱的小辈，林子云不会主动与人攀谈，清楚他身份的人也不会贴上来，更不会有人在这里来找他麻烦，所以他只用挂着微笑完成任务。齐景一视线从林子云踏进会场的那一刻起便绑定在了他身上，看着他贴上微笑的假面与人打招呼，转身后又迫不及待地收起，一派闲适地站在角落，一个人喝着酒，还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真是十足可爱。王敏仪从刚刚起就一直在偷偷关注这个少年，又见他身边没有女伴，也没人与他攀谈，当他不是哪个落魄世家的小公子，就是被人塞进来趁场的小明星，笑着与他打招呼，你好，认识一下，我是王敏仪。在他们的圈子里，只有两种人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用上我是这两个字，一是名字很有分量的人，二是觉得自己名字很有分量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明显不是前者。王敏仪伸手搭上他的肩膀，问怎么一个人在等人吗？林子云没说话，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
我开后退了几步，王敏一被他冷冷的眼神一噎，脸上清雅的笑容差点保持不住，轻抽了半口气，恢复了冷静，才开口：“敢拒绝我，清高得谁看？你叫什么名字？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敢拒绝我，清高得谁看？你叫什么名字？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林子云并没生气，只是笑笑说自己叫月下清。 本在谈笑的黄安明内圈人注意到了这里，气势凌人的开了口：“蒋夫人的继子，声音不低。”这句话说的季朱星又难听，不少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望过来，看戏的姿态实在难看。林子云倒是不以为意，淡定的应了一声：“黄安明一拳击在棉花上，脸色越来越黑。这种场合下又不能发作的太难看，只能咬着牙。林家也不过就这两天的事，蒋曼玲不管你，你还是趁现在多喝几杯补灵诀，别以后就喝不到了。”他的声音不高，会场却静默了几秒。 在场的都不是傻子，同他话里推测出了不少东西。一个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直直走向他，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众人不明所以，只看见黄安明表情突然如遭雷劈，脸色一瞬煞白，半天也说不出下文。又看着那人，施施然走到林子云身边，松松揽住他的肩。林子云半点心思都没放在刚才的事情上，满心满眼只有面前身着正装的齐景逸。记挂了一整日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香槟后劲上头，总觉得眼前这人是假的，心情美妙的不真实。 齐景逸把他带到楼间的空中花园，凭栏吹风看夜景，看小孩一直不说话，就拍拍他的头，傻了，怎么不说话？林子云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会来？熏人的酒意融掉了他身外冷清的气质，让他看起来十分柔软可爱。齐景逸把他拉进身边，笑了一声，不想我来，见到我你不高兴？喝醉的林子云不再别扭，格外诚实的答话，没有，很高兴。他看着这样坦诚直白的林子云，好像受到会心一击，俯身吻了吻他的眼睛。林子云笑得有些傻。 突然又微微眯起被酒意熏红的双眼，揪住他的衣襟质问道：“不对，你跟谁来的？”胃里密密冒泡的酒精使他的思维很跳跃，以为他又攀到别的金主。他垂下眼，闷闷的把头埋在齐景逸胸前。齐景逸一头雾水的看着情绪急转的林子云，不懂为何自己明明已经解释清楚了，他还会这么说。林子云以为他装傻，气势凌人的瞪他一眼，又飞快的埋头回去，紧紧的抱住他的腰，声音很小，说：“无所谓了，反正现在你要陪我，哪里都不准去。” 齐景逸看着他这副委屈受气的模样，和直白表露出的占有欲，愣了片刻，想到昨日他坦白解释后林子云冷淡的反应，电光火石中突然明白过来，林子云不信他，他先前开的暧昧玩笑太多，以至于说出了真心话。林子云却不信了，他重重叹息一声，把林子云抱得更紧了一点，抬起他的脸，认真的望着他的眼：“子云，你是不是喜欢我？”林子云被问的一愣，看着他浅褐色的眼，片刻又垂下了头，说：“我不知道。” 齐景逸即使对两种答案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心还是不免缓缓下沉。又听见他低低的说：“我不知道，只是你在身边的时候，我都好开心。你说的每一句话，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做的每一件事，分分秒秒都很开心，也很安心。可是又总是觉得很乱，很委屈，很难过，但都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心生些余大脑的思考袒露出来，林子云抬头看他，恍然不知自己正在剖白心意，只是想你一直看着我，不看别人，想你亲我，只亲我，想你也想着我。 他没能再接着说下去，软绵的话音被吞没在齐景逸贴上来的唇间。林子云呼吸和心跳都乱了节拍，有些气急的推开他，不知是在生气还是在撒娇，都不听我把话说完，没礼貌。齐景逸按着他的肩，语气郑重的叫他的名字：“林子云，你听好，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说。我知道你现在喝醉了，但我等不及你酒醒。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你不准误会，多想，也不准酒醒之后就忘掉。在影院时没有解释明白，是我的错。” 但现在我认真的再说一遍，我不是任何人的情人，从来就没有别人，这是事实，不是哄你，也不是骗你。但这些都不重要。他吻了吻林子云茫然的眼，字字咬中，重要的是我喜欢你。林子云呆呆的看着他，脑中茫然，欣喜酸涩羞愤恼怒纠作一团，不知该让哪一种感情翻涌上来才好，却有一块腐蚀性的蜜糖跌到心上，穿过复杂的情绪，穿过层层心房，一路落到心底，甜得他心发慌，傻傻的重复喜欢我。齐景逸发觉自己竟然微微有些紧张。 脸手心都贴上一层薄汗。是，齐景逸喜欢林子云。我喜欢你，齐景逸喜欢林子云。但我不想勉强你。我说过你是怎么想的，想怎样都可以。他也没能把话说完，林子云狠力的揪住他的领子，拉低他的头撕咬一样吻上他的唇。淡淡的血腥味在口腔中漫开。林子云长剑穴位，断电的大脑渐渐重连，闷闷道：“骗小孩很好玩。”齐景逸无奈的话说到一半，反应过来他指的是这整件事，又连忙诚恳的道歉：“之前惹你不开心。 抱歉，以后都会跟你说实话，不会再骗你。”林子云冷淡的哦了一声，算作回应。看着他潜藏着期待的眼，报复性的没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而是一口咬上他耳垂。他撩人的动作虽然大胆，却还生涩。偏偏齐景逸就吃这一套，忍了又忍，伸手揽住他的腰。
问他是不是想点火呀？林子云意有所指的认真道：“嗯，想抽雪茄。”齐景逸难耐的吸了一口气：“阿云，换个方式罚我可以吗？”林子云傲愤的瞪了他一眼：“所以你到底是谁？”齐景逸犹豫片刻，或早或晚都要面对，还是说了实话：“齐俊英的二儿子，蒋曼玲的表弟。”林子云瞪大不敢置信的眼：“表舅？”齐景逸强调不是亲的。林子云在酒精的助力下消化着这个事实，默了半天，觉得自己醉意更深了。问：“你是禽兽吗？怎么个个都说他禽兽？”媒体在影院时是林子云主动，齐景逸等不到他第二句话，微微有些心急，怕这层关系阻住林子云的感情，正准备搬出跟齐天说过的那一套说辞，就听见小孩冷冷清清的声音：“好麻烦，还不如是 money 吧，只用攒钱给你赎身。”齐景逸些微的忐忑立时插翅飞走，心定下来低低的笑，伸手揉林子云的头发：“麻烦我会解决，可以只做你的 money 吧，不是送了你黑卡？”他说会解决，那就是会解决了。被骗的恼怒感还未完全消退，林子云刻意不接他的话，懒懒地问：“齐生，只接我这一单亏了吧？”齐景逸爱他这样七弯八绕的小心思，忍住笑凑过去吻了吻他的嘴角，配合他玩金主和 Money Boy 的游戏，接下来就是仅 VIP 可见内容了。18个小时后，齐景逸抱着瘫软在自己身上的小孩，吻了吻他沾着薄汗的前额，问感觉怎么样。林子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平复着紊乱的呼吸说：“7.5分吧。”